非常实用的相片的板架，那这边的有一个空间可以放好多张的照片，那这个是设计一个小笔筒，再给它放一对的野鸟上去，整个价值质感就不一样了。那这个照片呢，我们是做的适合放5×7的，现在自拍太多了，你可以自拍洗出来以后再给它复背，你可以放很多张，这个可以放很多张，那你想要欣赏的时候就这样慢慢欣赏，超方便的。你可以多做几个赠送给一些亲戚朋友啊，然后放上野鸟就不一样了，就很别致。准备2块木板，一大一小，这个是靠板，这个是底板，然后有一个小木条，一张厚纸，准备一点点水。那你这个土没有用的时候呢，你就是要用湿纸巾保护起来，要保护起来，让它的湿度不会跑掉，然后你拿到板就直接这样打底，就直接这样打底，用手，这个小孩子训练这个手指头都慢慢有力量，要弹琴的时候手也蛮有力量的，手指头的训练。那老人家呢一样啊，你要去打麻将训练那个脑力，你不如 用这个来推推，让你自己 手部有力量。那你手在动的时候，你脑筋自然而然会动，跟着动。那这一些都是要把它铺起来的，铺一面就好了，这一面不用，铺一面就好了。这个小木条呢，大概的包一下就好了，大概包一下。然后这个板子呢铺好了以后，最好再用这个擀棒把它擀平，这2块都擀平。那这边呢，这个的底部这里要铺一下，然后就这样合起来。那你后面就是拿一个东西靠着。那你后面拿一个东西靠着，那这边有一点倾斜，有点倾斜，然后拿一点土，搓长条，然后往这个地方把它粘住。这两个靠板，这两个板子要粘住。那你先用手把它压住，这个多的可以拿掉。这个要靠着等，要等到干了以后才能拿掉。等它干了以后，它就不会跑掉了。那这一块呢，就直接粘上去。压紧，我们的粘土都不需要用沾什么白胶啊，不用沾浆糊，你就压紧就粘住了。你土软软的，互相压一下，它就粘住了。那这一张厚纸，给它用滚，让它圆起来，圆起来以后再包土，包好了以后，等一下再给它放上去。那这个地方呢？这个交接的地方，这个地方趁土还没有干的时候，赶快把它修平，不要看到接的痕迹，你就把它修平，花一点时间把它修平。这个厚纸包好了以后，我们的山西雕塑土可以很简单的就跟厚纸结合。那你包好了以后，就给它滚，就这样子弄成椭圆形的比较好看，不要圆形的。椭圆形的，然后你粘好，这样子压一压，它就粘住了。粘住了以后，你就直接放在这上面，压一下力量，然后再拿一些土往这个地方有缝的地方塞住，然后这里搓长，把这个地方坚固下来。这个要坚固下来，
这个要坚固下来，它干了以后它就粘得很好了。那干了以后就是已经定型了，这个都定型了，那你就要花一些时间把这个都补好。这个有看到木头颜色的都要补好，这个都要补起来，这个都要补起来。那这边的坚固哈，这个整个两个靠板的都要把它坚固起来，这个后面都要补足。补完以后你还要给它推平修饰好，要修饰好。那到最后呢，这个都补好了，这个都旁边有看到木头的都要补起来。那补起来以后，这个都已经修饰好了，这个边边都看不到，那个看不到木头，这个用粘土都给它修饰好了，看不到木头的颜色了。那再来就是做这个小笔筒的那个瓶口，这个瓶口呢是这样做，拿出一点点土，一小块就可以了。那你这个已经干了嘛，这个瓶口这边干了，你就抹一些水，这个就是好像沾酱油这样子抹一点点水，然后你把粘土搓长，这一块土搓长，那刚刚这边已经有抹水了，抹水是把它粘住，水是可以把它粘住的，就是好像代替浆糊，可是你不要用浆糊，用浆糊干了以后很丑丑丑的，这个你可以直接切下来，或者用剪刀剪也可以，这边直接切下来，然后再给它弄好。那你调整好，调整好。那这个瓶口已经粘住了以后，你可以用竹签这样压出一些花样来，不一定要这个花样啦，你可以自己设计。我是觉得这样很方便，然后就这样压出来。压出来以后呢，这个地方角落哈有一点感觉擦擦的，我就给它弄一些小圆圈、小圈圈点缀一下，这个也是一种设计啊。那你看你要怎么设计，我是方便就好。那你要粘的位置，你要抹一点水，抹一点水才粘得住。你没有抹水的话，干了以后可能会掉下来。水是最好的浆糊，可是它干了以后看不到痕迹。你不要用白胶。白胶的是可以粘得很好，可是它就是干了看到痕迹。那这个用这个原子笔，这边有一个小尖尖的洞哈，这个再给它压一些花样，这样子顺便把它压得更牢靠。这个压下去有牢靠的作用。那等它完全干了，完全干大概要五六个小时以后吧，你再用美工刀把这个粗粗糙糙的修饰一下。你如果不想修也没关系啦，反正小孩子的东西就是很纯真的保留出他那个笔触出来。